其实不需要什么大道理，就是呢，这社会有很多声音需要被听见，而我呢，就只是贡献自己的能力，替这些被需要听见的声音发声而已。所以当下决心想做，我就做。那其实我在做的事情，每个人都做得到，只是每个人的方式不同，做出来的也就不一样。